一跳出嚟嘅时候咧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马见到埋边有新三刀王海王子，出边新通胜，中间红衫就多利王啊，内栏位置咧就系呢只飞跃之躯黑衫王魔应住佢啦，再喺外边有日日快亦都走埋上去噶，跟后一搭嘅马先有飞跃之旅啦，咁啊同埋出边咧就系胜利多嚟噶，后多少嘅马匹啦，出闸慢咗嘅幸运勇士依家上翻嚟大约中游嘅位置啊，再喺入边咧仲见到旅游大亨啦，内栏尾四咧仲见到就系爱拼者胜啊，后边嗰三只有顺利、尖尖大笑咧，同埋呢只咧就系文武精神嚟噶。至于呢个八百米弯啦，前面海王之大日日发第二位、第三位，出边好通胜内栏第四啦，黑衫王母飞跃之躯啊，中间嘅第五位有新三刀王啊，再后边嘅一对咧埋边咧仲见到飞跃之旅，出边位置就多利王啊，后多少个马匹啦，先见到有外聘者胜嘅内栏啦，中间幸运勇士、大外党、尖尖大笑同埋顺利啊，包尾一对马咧仲见到胜利多啊，咁啊旅游大亨同埋呢只文武精神嘅、啊、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海王之占先啲啊，外边日日发噶。接内栏上嚟啦，有飞跃之区嘅中档打冲锋嘅马咧，仲见到新三刀王同埋多利王最出上紧嚟咧，仲有幸运勇士顺利斗到嚟最后百零米，前面新三刀王占先啊，外边有多利王，入边上紧嚟就系呢个飞跃之旅啊，再入边海王之，出边胜利多，接近终点啦，第一名咧就系呢只飞跃之旅赢啊，第二名咧就系海王子，第三咧就爱拼者胜同埋新三刀王需要影相啊，咁啊结果呢只飞跃之旅。咁啊，转咗马房，其实就做好耐功夫噶啦。咁啊，一出就已经打开胜利之门啦。第二就海王子，第三咧爱拼者胜同埋新三刀王要影相啊。哇，企晒起身赢马，捧杯嘅系飞跃之旅。一转仓又赢啦。系咯，赢到甩晒添。海王子第二，第三系咪爱拼者胜？爱拼者胜啊。新三刀王啊，第四。多利王转弯嗰时候好似大巴喺手捉住，特登转出啲可能想兜出去开扬啲。大巴喺手，马捉住嘅时候，其实又唔多啊。睇翻场影片啦，起步咁啊，见到只嗰只飞跃之躯就好积极咁样呃咗几步，想跟前啲啊。开边红衫啊，就系只多利王啊，只热门早段呢度都跟到喺第二碟啫。买啲海王子啊，埋嚟先啦！埋边有新三刀王，开边啊好通胜。再前面嗰只就日日发啦，系啦。咁啊，飞跃之旅就跟住啊，飞跃之区啊。两只都喺内栏。系啦，多利王都喺飞跃之旅隔篱嘅，都冇问题啊，捉实嘅啫。三位啊，同埋呢啲嗬。幸运勇士就喺开边，咁啊中间就系嗰只胜利多，后啲啊爱拼者胜，话走出边嗰啲就系尖尖大笑啊、顺奶啊。嗰啲油哇，真系几油啊！五碟咁、啊、样油法，系望空喺嗰个位咁走啦。即系沙田想唔三零部队都难，即系咁样跑。唉，游咗出去啦，拜拜咁。睇多利王啦，好似有噶、啊、开头，但系骑落去就冇乜啦。点样站位啊，拍宝？啱啱拱咗入去咯，已经拍宝。系拱咗，系啊，拱咗爱拼者入去。本来爱拼者胜出咗二碟噶，咁呢度赚咗个位出嚟。落飞好多只飞之 Q， 其实一路都有位望空啊，系只马亦都唔多啫。哇！呢啲马转咗马房，真系可以争咁远嘅。一讲飞跃之。